由香林建设公司标到啊盖饭店，左手边房间铺啊，右手边餐厅下午茶啊吃饭的地方。韩地楼一个晚上它最便宜的是10000元啊，最贵的是75000元。他们现在啊，日月潭最贵的饭店是在韩地的后方，蓝色玻璃写着日月行馆。日月行馆啊，它是往杜拜酒店啊模式下去打造的。所以我们看到啊，前面它有个金色的帆船架啊，这个帆船架它不是喷漆，也不是镀金，它是用我们真正15公斤啊金箔下去贴的，所以它这个一个晚上啊最便宜的是3万块，打完折还要2万多。最贵的32万啊，这个里面有100多平大，它的卫设备马桶洗脸盆全部啊都是金箔贴的。右手边我们看到日月潭唯一的小岛，这座小岛在921大地震之前啊，它叫光华岛。光华岛蒋介石啊他命名的，因为一心想光复中华才叫光华岛。地震把它震垮之后啊再重建，重建完以后现在还给我们现在的少族啊当主编地，是我们少族人啊就重新把这座小岛命名过的，现在叫做拉鲁岛。拉鲁啊就是我们少族的语言啊他们的圣地花园地的意思，是我们这座小岛我们现在啊全部都不能登岛啊，只能在旁边看而已。少族人啊是在每年的中秋节他们的过年及丰年祭啊，就由头目带领着7位女祭司啊到岛上啊祭拜他们的祖先。好，他们船头啊这个码头就是咸光寺。咸光寺啊这边上面最有名的阿婆财蛋啊正宗的就在这个位置。阿婆的财蛋啊1颗13块，2颗25块啊100块是8颗啊，可以买来品尝看看。他们咸光寺啊这边上船的时间每个小时的20分50分啊，一个小时2班船20分50分。咸光寺啊我们这边上船的码头会在1号码头啊，你看那个制度上有编号啊1234啊，1号码头雨伞下啊把我们穿蓝色背心的工作人员就可以了。好，等一下啊我们船只缆绳系紧绑好之后啊要下船的嘉宾啊就可以下船，记得随身物品啊记得带下船。那么如果不下船要往一达哨的我们就在船上等啊，我们这一哨是1:50啊开往一达哨。
你现在是怎么回事？